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nter， 欢迎收看 Enterbox 的2019 Computex 特别节目。这次我们到南港展览馆一馆四楼的 Cooler Master， 摊位编号是 M0420。我们马上来听听酷妈的业务经理 Ken 为我们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Cooler Master， 我是台湾区的业务经理 Ken。今天为大家介绍我们2019 Computex 新的展览主题。你可以看到在后面呢，我们有两个区块。今年的主题是 Work and Play， 那其实是延续 Cooler Master 他的创客精神。我们一开始是以 DIY 电脑为一个基础，研发我们的产品主轴，还有我们的行销的重点。那2019的话，我们把我们的市场区隔做了更细的区分 ，Work 跟 Play。先讲 Play 基本上是给电竞玩家或是喜欢玩游戏的 Casual Gamers 的一个精神主轴。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后面这个墙面呢。的玩家呢，他是对于动漫、电影跟游戏有兴趣的一个玩家。那整个的主题设计呢，有我们的 Gaming Chair 在 PC 的部分，以及我们的 H100 小的机壳，给这个玩家去做打 game 的一个动作。那其实因为台湾的大家都知道空间很小嘛，所以其实我们在机壳的部分呢，做了一个创新，就是我们做一个很小的机壳，大家同时可以打 game， 可以满足你动态影音的需求。那再来是我们的 work 的主题区。那 work 其实大家知道，现在很多的 professionals， 很多 SOHO 族，他们在台湾越来越多人不想当上班族，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工作。那其实你在家里工作，你需要一个很沉稳的色调，一个很完整的生态系，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主机系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地方的话，用的是我们的 S600 的机壳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周边，以及可以看到双萤幕，以及我们的 gaming chair， 这也可以提供很舒适的工作环境，以及很沉稳的色调，可以让你的心态会更舒适的去办公。好，那现在来到我们 Cooler Master 的周边区，周边不外乎就是键盘、滑鼠、耳机，以及相关的电竞的椅子。但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，是跟一家叫 Ampay 的公司合作。这个公司呢，它基本上是一个韧体的技术，它可以借由采用他们的产品跟我们的键盘做结合，以达到更精确的游戏的用途。那其实他一开始有做很多有关相关医疗啊、车载的部分，跟他们做合作。这是第一次跟 Cooler Master 我们这样的 DIY 的 PC 厂商做一个合作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东西就是 Ampay。那其实它可以用在很多，比如说你玩赛车游戏的时候，你借由这样轻松的微调，可以让你的方向盘有更精确的掌控的触感。或是你玩飞机游戏的时候，你一般如果是用 controller 去玩的话，其实会比较不精确。但就有 Ampay 这个东西呢，你可以做非常细致的操控。那现在来到了键盘，在去年我们有 CK350、CK550 是很热销的系列产品。那今年我们推出了新的概念是，无线的键盘，这一款叫 SK621。它是个 60% 的键盘主体。我们这次的系列会有三种，一个是 SK621、SK631 还有 SK651。 它的差别在于它的大小，621是 60%， 那631是 80%， 651是 100%。 可以看到，这是拥有 RGB 功能的键盘。那我们出的是全白的色系，它是一个可以双模共用的，它可以用无线，你也可以接上有线去做一个操控。那刚好呼应到我们 Work and Play 的主题。其实 Work 的族群，他们会很需要这种细致的键盘，不再是敲敲打打的电竞键盘，而是 SK 系列的 Cooler Master。 那我们今年呢 Computex 主要展出了几款新机壳。那现在跟大家先介绍的是说我们的静音系列 Silentio。 那我们 Silentio 呢，其实在过去台湾已经推出过好几代，那这一代是今年全新的推出改款。好，那 Silentio 系列呢，我们今年推出的是 S400，它是一个 Micro ATX 的机壳，还有 S600， 它是 ATX 的机壳。从外观上面呢，今年我们的 Silentio 呢，采用的依然是我们的全新铁门的设计。那过去我们在很多静音机壳上面看到的，可能它的门都是使用塑胶的材质，但是今年我们把它做一个全新的设计，就是改用铁门，那加深它的质感以及它的隔音的效果。今年的静音机壳，过去我们可能都是采用铁侧板的设计，但是我们今年呢，也提供了玻璃侧板的一个选择。那玻璃侧板呢，我们加强了它的厚度跟密合度，所以它的静音效果其实不会比铁侧板的消音棉的版本来的差。我们在每一个方位、每一个部位都有加了消音棉的成分。好，
那上板的部分呢，我们也提供优消费者两种选择，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他担心静音的时候，他要玩电动，或者说他要工作的时候，他的电脑很烫，所以他可以将这个上面的预设的侧板改成用这样的滤网，就变成说你今天可以在静音跟散热之间做一个平衡。好，如果你今天想要静音，那你就把它换上去，但是如果你想要散热，那你就可以把它移除，移除后呢，你就可以换上那个滤网。我们就提供两种不同的选择，这样让消费者有更多的变化性在这个机壳上面。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个高速的 SD 2.0 的 reader， 那还有一个是专用的耳机的audio port，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机壳可能都是分一个是音源，一个是麦克风，但是我们这个是专用 headset 专用的，所以你直接带上去一个 port 插进去，你就可以同时使用麦克风跟声音。这边的话就是它的ATX 的版本，那基本上它们两个的结构是相当类似的。那同时我们这次会准备上市，就是Micro ATX 的 S400 跟 ATX 的 S600。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，是我们非常经典的高阶机壳，好 Cosmos 的 C700P。那 C700P 呢，过去我们使用的颜色都是属于银色或是灰色，但是今年呢，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版，就是黑化版。那黑化版当然除了颜色使用新的烤漆以外，我们还有改善了一些小地方，可能 C700P 过去我们在市场上听到的一些声音，我们去做了改善，例如说玻璃的强化，还有玻璃的透明度，可以看到说现在的玻璃可以比较清楚看到里面，那过去可能稍微偏暗，那我们做了一些细节上的改善。哦，那 C700P 一样是传承了整个过去 C700P 原本的内部结构，那做了一些内部的优化等等的。那在售价上面呢，跟过去还是一样，我们所以等于是说加量不加价的概念。OK， 那这边我们很快的带到下一台新机壳。那这边呢看到的是全新的机壳，那这一台叫做 Mastercase H100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 H100。那我们 H 系列呢，其实就代表了就是我们的高风流 High Air Floor。那 High Air Floor 系列呢，其实它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它的20公分超大风扇。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市场上非常主流的产品就是 H500 系列。那500系列呢，是我们 ATX 它有两个20公分风扇。看到更多小板子、小的这种比较类似小钢炮的电竞的系统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希望说有一台 H100 Mastercase H100 呢，它就是 Mini ATX 的H 系列，那一样传承了20公分的 RGB 风扇。那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还有附一个提把，所以呢你不管今天要去哪里 carry， 你这样一提就可以走了，所以如果非常适合现在 LAN party， 像是我们每一年台湾年底的 Wire Force， 这个样就是非常适合的一个 solution。 好，那另外呢可以看到这边我们今年 Cooler Master 也整合了软体的部分，所以在我们的高阶一些机壳上面，不管是机壳水冷空冷，甚至是说我们后续即将要推出的萤幕，好，我们都可以使用软体去控制并且更改它内部的灯效。那这边我们使用的是 SL600M 黑化版本，这个也是即将要推出的新机壳 SL600M 黑化版本。好，那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很快展示，因为这个目前还没有确定哪个时间点会发售，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产品，但是这边想要展示的就是说我们除了硬体以外的升级，还有软体的整合。好，那今天机壳部分大概是到这边。